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那么本期的屠龙记忆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啊，在春兰杯上，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新秀孙腾宇和这个世界冠军李世石的这个一盘棋。有这个孙腾宇啊，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富士通的比赛啊。那么面对这个老江湖李世石啊，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啊，也是我们这个广大棋迷呢所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呢就来看看这个棋盘上的情况。目前局面呢，孙腾宇是执黑啊，该黑棋下啊，黑下。这个变化呢，也是这个迷你中国流啊，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这个下法啊。那么到了现在目前局面呢，黑棋下啊，黑棋啊，这个作为孙腾宇来说呢，他选择的呢是跳啊，是跳。或者说呢，选择的呢是防守啊，是防守。他这个跳呢，主要是呢，限制这个子的活力啊，限制这个子的活力。由于这个子呢，以后有长的这个手段，那么黑棋势必要双啊，是吧？以后白棋就靠回去啊，能把这个子跑出来，同时破掉黑棋的空，对，把黑棋呢也拽到外面。可以说呢，确实是这个跳呢是一步非常大的棋啊，大的棋，因为它守住以后呢，这个不但防止白棋这个子的活力，同时呢还能围住不少目数啊。就这个棋盘上来说，这个是绝对啊有一手棋的价值。不过就是说，面对李世石这样的强敌啊，就是说，光是单纯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啊，这个防守啊，可能呢还是不太够啊。如果这黑棋积极点的话呢，这时候呢应该考虑啊，先拐过来，对白棋右边这块呢，发动进攻。他跳，那你就再飞啊，先通过这个攻击来获利，来获利啊。毕竟对手是一流的强手啊，如果单纯的保守的话呢，不容易呢找到机会。而实战呢，黑棋跳啊，我们呢，当然也是一步很大的棋啊，我们也不能说它完全说是坏棋或者说是谎招啊。但是到了这个世界超一流的选手面前呢，这个情况呢有可能呢就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看白棋啊，李世石接下来是爬，这个三三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要点啊，要点。有了爬了这个以后，白棋整个这块棋啊，相对呢就安全了啊，它有眼位了，同时它这个爬啊，我们也看得出来是灭掉了黑棋这块棋啊，做活的这个余地啊。因为黑棋这一打，这块棋呢也就安全了。那么这一盘呢，我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常说的，关系到双方的这个啊形式上的这个。关系到双方眼位的要点啊，这个是关系到双方眼位的要点。那么呢，这个作为这个四号攻杀的李世石来说呢，肯定是不会错过的。那么现在黑棋再拐，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了。这个再拐以后啊，并不能就是说黑棋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攻击白棋啊，这个情况悄悄地发生了这个变化，就是由于爬了以后，黑棋这块棋也没活，白棋呢也时刻随时存在着反击的这个手段。
然后呢白棋跳啊，黑棋飞。现在我们的小将呢依然呢可能沉寂在啊这个攻击当中啊，就是对白棋发动攻势当中。但是这个作为李世石来说，敏锐的李世石来说呢，他呢意识到黑棋这块棋啊，它不像刚才那样厚了，是有活路的，现在眼位呢也不够的，那么他呢就不会单纯的这个逃跑，在逃跑的过程中啊，会给黑棋制造呢很多麻烦。我们来看看，压一下退，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白棋靠，黑棋搬，白棋再压啊，这个是先手，这要搬下去，黑棋呢必须得硬。在此呢白棋并没有老老实实的藏啊，这个跑出来啊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很可以很轻松的这个自顾啊。不过呢这个只是简单的防守，显然不是李世石的棋风啊。他呢断啊，在逃跑的同时啊也要揪住你这一块棋。对此呢黑棋呢只有退，这次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还需要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白棋什么自顾，大家看哎，这白棋拐不就活了吗？确实啊，这一拐是活了，但是像这种单纯的作野啊，单纯的作野没有什么目数的棋，对这个职业棋手或者高手来说呢，一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啊。这个效率太低了，虽然你能活啊，做活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效率太低，又被黑棋在外面走棋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如果说这么下呢是很难赢棋的，所以李世石要断啊，在做活的同时还要瞄着你的弱点。那么黑棋呢只有退，白棋再退啊，再退，那么这个比直接退显然就给黑棋啊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如果你单退，黑棋就接上啊，这个很厚，你这个棋又不肯走在这，那么呢说不定还得往外走，黑棋找机会呢再断开啊。所以他先断再退，那么现在争子黑棋不利，不能争，你打这个他就跑啊，这个争不掉，黑棋呢只有引争啊，点这个啊。局部来说呢是引争的好手啊，引争的好手。白棋呢如果接上啊，接上当然也可以考虑啊，因为这个本来我们刚才说了有个断点，这个点和这个张啊，这个黑棋啊也是非常损的一招棋，那么你再争掉的话啊，你再争掉呢，由于你这两步是非常的损，我让你吃掉呢白棋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啊，那我就再吃，你提掉，我再跳回来，跳出去，这样的结果呢当然呢也是白棋可以考虑的，也是不错的啊，也是不错的。不过李世石呢看到呢他觉得啊吃掉这个更加的这个凶狠啊，更加的好，对，因为这个吃掉以后你本来在攻击我，这个外面突然被我拔了一个子啊，这个子就被我吃掉了以后，这个外面对于下方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他判断呢是这边打，即使让你断掉，那么我呢就坐眼啊，跳翻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然后呢黑棋拐，这拐呢当然是很愉快的，当然是很愉快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时机啊有一些问题。这个棋呢应该是什么呢还是单压，这个白棋要退啊，不然被一扳太难受，然后你就按照实战的打吃是吧，提掉再飞过来，再飞过来啊，这样呢
还是要需要黑棋要需要照顾到这一块啊，注意啊，要照顾到这一块。这样可能呢局势呢不能说好，但是呢还算呢很漫长啊，很漫长啊。白棋飞呢你就跳啊，就跟走，一定注意啊自己这块棋。那么你这些先走掉呢，先走后以后呢，这个收瓜啊虽然很愉快，但是呢总是呢它是留有的啊，留有的。那么你现在非常愉快的拐啊，现在非常愉快的拐，白棋硬啊，这个只能硬，然后再愉快的一长啊，这个呢虽然是很愉快啊，虽然是很愉快，但是啊就是说白棋做活的同时啊，黑棋在这一带的眼位也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你看黑棋在压，白棋退啊，这个等于就是说这个先手缩瓜是很愉快的，但是呢白棋在做活的时候啊，黑棋这里的眼位呢也就没了啊，也就没了。所以这个呢应该保留以后呢再走。那么我们再看看在实战的打吃提掉再飞啊，再飞是吧，先把这个愉快的甩掉，但是呢意义不大啊。那么这些子啊，白棋看上很委屈的做活啊，很委屈的做活，但是呢同时这些子也灭掉了这个黑棋的眼位。但是呢李世石呢就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啊，敏锐的意识到了，所以他就不现在不会老老实实的去飞啊，当然飞也可以啊，这稳健一点的棋手子这个，但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呢他不飞了，我要长，我这个子不肯轻易的这个死掉啊，不肯轻易的死掉，他一直瞄着你这块黑棋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从你开始攻击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瞄着你这块棋了，也说明这个李世石的力量也是就是说非常的强大啊。他现在不老老实实走了，他要藏啊。对此呢孙腾宇显然呢还没有意识到他往外跑啊，搬黑棋搬啊，白棋再搬，等于呢在这里双方呢是竞相出头啊，就争这个出头，谁投出的畅，那么对这个作战呢自然就会非常有利。那么黑棋打白棋粘啊，黑棋再打然后呢等着白棋长，黑棋呢虎住啊，这时呢黑棋能够呢获得一个很好的双虎的形状的出头，这个呢是黑棋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如意算盘。那么当白黑棋打吃的时候啊，这个中央要拔花的时候，这个我们都认为必然的白棋藏着一手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这个李世石啊体现出了他这个敏锐的这个嗅觉啊，敏锐的嗅觉也显示出这个超一流棋手的这个实力啊，实力在看似必然的地方啊，看似你打吃我要藏的地方呢发动这个反击，可以说是一举呢就歼，就是说找到了这个黑棋形状的这个要点啊，击溃了这个黑棋。我们来看看下面精彩的一手啊，打吃啊，接下来白棋一顶啊，这个面对这个黑棋拔花而不顾啊，面对黑棋拔花而不顾，就是一顶，可以说呢是完全顶在了黑棋的痛处。这一手棋啊，也可以说是给初次出征世界大赛的我们孙腾宇这个少年棋手啊，一个就是说呢一闷棍，这个一下子黑棋这块大龙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但打吃
再顶啊，这个呢就是说呢可能啊也行，但是如果你给人家专家一看，那你这个手法啊就不对啊，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俗的招法啊，这个顶才是妙位啊，你不能先没事干就把这个损的交换掉啊，这个不能交换掉，那么等他顶想从里面活的时候你再来打啊，这样呢彻底能够断绝他外围的出路。如果你先打掉他就不顶了，可能他从这里搬给你吃这两个子啊，他想办法呢怎么跑出去或者粘着跑出去等等，所以等你交换掉以后然后再打掉一退，那么这个外围黑棋呢突然之间就被白棋全部闷进去了啊，全部闷进去，出路是没有的，你走这个白棋就长啊，想把这个白棋它这个头太多了，想把这个白棋关在里面不太可能啊，冲这个也是一样，他就打吃，你提呢他就打，然后呢再退啊，这个再退一个也行，跳一个也行等等，靠一个啊，这个白棋出头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外面的出路是没有了，那么只能是去里面寻求眼位，那么里面寻求眼位，当初的这个两个很愉快的搜刮有可能就会变得有问题啊，没有这些交换，那么在这里折腾的余地呢就会多得多。那么现在黑棋贴啊，不，黑棋先搬啊，先搬白棋搬，黑棋再连搬啊，这个呢是顽强的手段。这时候当然白棋是不能打吃了啊，这个不能做成打劫活啊，本身大龙打劫活，黑棋自身劫材比较多，这第一。第二呢，白棋在外面毕竟还是付出了这个很大的代价啊，这里被人家拔了一朵花，所以在里面如果只是劫杀的话，白棋肯定呢是不能满意的，所以白棋呢要粘上，黑棋呢再贴啊，再贴，白棋呢翻粘，不能打劫杀，白棋呢翻粘，要求呢这个尽杀黑棋啊，尽杀黑棋。现在呢，这里的中间的出路我们说过没有了，在局部这里有个眼，别的地方呢看不到眼。那么黑棋啊，整个来说呢，做是肯定做不活了，只能希望看看白棋这块棋啊有什么借用啊。白棋虽然是活棋，但是呢，我能不能借用，顺便把自己活了？只能在这里呢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努力啊，做这个努力，先打吃，白棋粘上。然后呢冲啊，冲粘上挤啊，这是最强的呢抵抗啊，最强抵抗。挤完以后呢，确实这个局部来说呢，白棋啊也没有活了啊，因为被他这个连扳了以后把这个眼位灭了，白棋呢要想做活呢也不太好活了啊，也不太好活。如果你想做活啊，唯一的方法呢是可以并在这，并在这是可以好的。但你并在这呢，这个黑棋呢会产生呢这个先手啊，这个先手。你粘在这呢也一样啊，粘在这呢它也是这个变成先手。那你还得破眼呢，它一般啊这个活不了。也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看，就有了这两个黑棋以后，白棋在这里是做不活的，做不活。那么白棋呢就只有打吃啊，打吃。现在黑棋呢是不能粘，那不能粘。如果你粘上的话，那么白棋它就简单的冲一个啊就可以
你吃，就是你打吃，它粘上；你叫吃啊，这个你后手活个尾巴，这个呢，是不行的啊，不行。这个人家被人家先手把这个全吃掉，外面还该白起下，啊，这个呢，不好啊。他就算吃一个也可以，这个呢黑棋不好，黑棋不行，所以呢，黑棋也只有粘上，白棋提，然后黑棋呢再继续跟里面呢这个就算黑棋靠。白棋冲，黑棋打吃，白棋粘上，黑棋再顶，这样呢，白棋呢也呢没这里也没有活啊，可以说这个我们小将在这些小的地方的计算啊，这个折腾起来呢还是很有招法的啊。虽然自己没活呢，也把白棋给折腾进去了，啊，白棋呢现在也没有活。不过呢，即使如此，虽然双方气很长，但是这一类的对杀啊，对于像李世石这样的棋手来说，应该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啊，不成问题的。这些对杀对他们这种级别的选手来说呢，不会犯错的。那么他就收气。注意啊，这种收气不要去粘上啊，不要去粘上。黑棋走啊，你呢也不要粘上啊，一定呢先叫吃啊，这样呢等于呢是黑棋后手破也啊。如果你什么时候一粘上，等于黑棋先手破也，该黑棋动，所以打吃啊，只能是破也啊，然后。再点进来啊，再点进来，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对杀啊，形成了一个对杀。从对杀的角度上来说呢，白棋有一个眼，黑棋也有一个眼啊，一人一个眼，而且都是有眼的。那脚上呢，似乎气啊，还挺复杂的。不过呢，这个白棋呢，计算起来呢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先挖，攥紧啊。黑棋一气，这个都是收气的常用手段啊，比这个直接顶它粘上，这样它有一气两气啊。你挖一下以后一打是它一提，这里面等于只有一气，这是常识，大家呢需要注意到吃外面呢收气的同时啊，把外面木数得掉，那么里面呢就形成这个对杀了啊，形成对杀。大家观众看起来呢可能是比较糊涂啊，比较糊涂。双方气好像呢都比较长啊，还有劫是吧，而且这个脚上都到一路去了，这个一路多妙手的地方收起气来怎么收也是挺糊涂的。不过对于他们这个能参加世界级别的选手来说呢，情况呢当然不一样，黑棋帮寻求呢这个最后的余位，那么李世石呢扑算得非常准，扑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的小将呢也就是没有再坚持了啊，也没有再坚持，会非常有风度的呢就认输了。那么为了让大家观众看个明白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气啊一气一气的收下去，看看接下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扑呢，黑棋呢当然只有提啊，只有提，白棋粘上，你冲一下再提呢，也差不多，白棋呢，也就是粘上啊，或者粘上收气，反正这里呢就是粘完以后就剩一气，那么你提它粘上啊，你要想收气呢，那只能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了，黑棋紧啊，我们把这个结果摆给大家看一看，白棋挡住啊，都是一步一步收。黑棋紧啊，白棋收啊，注意黑棋搬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这里还有个解是吧，你提这个他就提这个，这样的反而呢还麻烦点，紧气白棋立啊，黑，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再紧气，
大家棋呢就收棋，我们把这个摆完以后啊，给大家呢看得更清楚一些，看得更清楚。A 棋走，白棋吃 ，A 棋提，白棋收棋啊 ，A 棋呢提啊，这个劫啊是很讨厌啊，这个劫是很讨厌的。由于这里面还会有个劫，黑棋呢是撑不动的。啊，黑棋是撑不动的，等于说黑棋不能扑进去，扑进去白棋就提，一会儿又提这个，这个就变成连环劫了。等于黑棋呢只能粘这个，粘这个。那么形成这样的结果呢，等于就是说呢，白棋在提啊，白棋在提，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得明白了，这个呢是一个白棋缓细节杀黑棋啊，缓细节杀黑棋。就是你提回来以后它还可以不走，你扑呢以后呢才成紧细节啊，紧细节。当然别说是缓细节啊，别说是缓细节，即算是紧细节啊，被白棋提过来，这个也肯定就是说呢是出其无节啊，出其无节，这个被抓了，这个肯定是不用看了，天下大解。也就是说，当棋局啊进行到扑的时候，这个扑的时候呢，黑棋呢也就是也就认输了啊，黑棋就呢认输了。这个气的情况，我们刚才呢也都给大家这个摆了啊，都给大家摆了，就是说呢是。局部是缓细节，黑棋呢差呢差了两气啊，差了两气，这个呢是没有办法，气不够。那么即使你这个不搬呢，粘上，那么白棋呢就算立一个啊，白棋就算立一个，白棋呢就算立一个啊，这个地方呢黑棋呢。也是不好的跟白棋这个对杀，主要它原因呢就是这外面有个劫，很讨厌啊，外面有个劫呢，你这黑棋里面就没法做劫，因为你提他就提啊，这个所以呢黑棋就不好做劫，也是呢没有办法跟这个白棋呢进行对杀啊，进行对杀。尽管啊这个黑棋从这贴开始在这个里面折腾出了这个对杀的机会，但是呢依然呢是气不够，气不够，结果很遗憾的呢导致了这个溃败啊，导致了这个溃败。不过尽管如此啊，尽管如此，就是说呢就这盘棋而言，李世石在这个爬了以后靠断啊，这个自孤同时的反击以及这个妙手一靠，可以说就敏锐的抓住这个黑棋大龙弱点的这个嗅觉啊，都是呢值得我们大家这个学习的啊，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而我们小将孙振宇呢，虽然这个首次参加比赛啊输了一盘，但是呢能跟李世石这样的高手学习一盘呢，我想呢也会呢有很大的这个收获啊，有很大的收获。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